比特别记忆的是我们黄河地区最传统的记忆，它是我们的根，跟刺绣结合的是吧？跟布艺结合的，跟这个书画结合的一些，就是增加了文化内涵。 在传统非遗级的基础上，我们继续开发这种有结合当下生活的文创产品，把我们的非遗文化也能够就是传承下去。下载闪电新闻，观看更多精彩视频。